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177期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4篇大卫拒杀扫罗。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探知大卫在隐基底附近的荒野，就率领以色列最精锐部队3000名到野山羊岩东边搜索大卫和他的部下。扫罗来到路旁羊栏附近的一个山洞，进里面去接手，刚好大卫跟他的随从躲藏在这洞的深处。大卫的部下对他说，你的机会到了，上主告诉过你，他要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你可以随意处置他。大卫爬过去，悄悄地隔下扫罗所穿的袍子的一角。后来大卫为了所做的事心里不安，对部下说，愿上主阻止我做出任何伤害我主人的事，他是上主所选立的君王，我绝对不可伤害他，因为他是王，是上主所选立的。大卫终于说服了部下，不准他们伤害扫罗。扫罗起来走出山洞继续上路，大卫出来跟在他后面高喊，我主陛下。扫罗转过身来，大卫伏地叩拜说，陛下，为什么听信谗言说我想伤害你呢？今天你亲眼看到在洞里上主把你交在我手中，我的部下有人要我杀你，但我不忍，对他们说，我绝对不伤害你，因为你是上主所选立的王。我父，请看，我手中握着你袍子的一角，我要杀你不难，但我只隔下这一块衣角，这应该使你相信我没有背叛或伤害你的念头，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仍在搜寻我，要杀我，愿上主判断你我之间的是非，愿他替我报复，因为我不会伤害你。古语说，坏事出自坏人，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以色列王要杀的是什么？他追赶的是什么？是一条死狗，一只跳蚤。上主要判断，要判断你我之间的是非，愿他详查，保护我，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说完了话，扫罗说，我儿大卫，那真的是你吗？于是他放声大哭，他说，你是对的，我错了，我这样以怨待你，你仍然以德待我。今天你已经表现了你多么善良，因为上主虽然把我交在你手中，你却没有杀我。当人抓到敌人，怎么会放他平安无事地走呢？愿上主因你今天对我所做的赐福给你。现在我确实知道你要做以色列的王，而且国家会由你统治，你要指着上主的名发誓，你将保留我的后代，使我的名和我家族的名不至于被遗忘。于是大卫向扫罗发誓。事后扫罗回家，大卫和他的部下又回到他们躲藏的地方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去世。撒母耳死了，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为他举哀，然后把他葬在他的故乡拉玛。大卫和艾比该。这事以后，大卫下到巴兰荒野去，有一个加勒宗族的人叫拿巴，是从马云城来的，他的加密城做生意，是个有钱人，有3000只绵羊和1000只山羊。他的妻子叫艾比该，是一个美丽贤惠的人，拿巴却是一个凶恶粗暴的人。大卫在荒野听到拿巴在加密剪羊毛，
就派十个年轻人到加密找拿巴，向他致意。大卫要他们替他向拿巴问安，说：“愿你长寿，愿你和你一家平安，愿你事事顺利。”他听说你在这里剪羊毛，希望你知道，你的牧人一向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在加密的时候没有失掉什么。你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我们在节日到你这里来。大卫请求你善待我们，你能分点什么给我们吗？就给我们，也给你亲爱的朋友大卫。大卫的部下以大卫名义向拿巴传达了这些话。等他答复，拿巴回答说：“谁是大卫？谁是耶西的儿子？近来这地方逃跑的奴隶很多，我才不随便把我的饼、水和为剪羊毛的人预备的肉给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部下回去，把拿巴所说的话报告大卫，大卫就下令配上刀，他们都照做了。大卫也配上自己的刀，带着400个部下出发，留下200人看守补给品。拿巴的一个仆人对拿巴的妻子艾比该说：“你听到了没有？大卫派使者从荒野来问候我们的主人，可是我们的主人侮辱了他们。他们实在对我们很好，从来不麻烦我们。我们跟他们一起在荒野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偷过我们的东西。我们放羊的时候，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日夜保护我们。请你想想看，该怎么办？这是可能成为我们主人和全家的灾难。我们的主人很凶，谁的话他都不听。”艾比该连忙预备好200块饼、2匹带酒、5只烤好的羊、17公斤烤熟的麦子、100串葡萄干和200块无花果饼都驮在驴背上。然后他对仆人说：“他们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艾比该却没有把这事告诉自己的丈夫。艾比该骑着驴正绕着山坡走下来，忽然看见大卫跟他的部下迎下来。大卫本来想：“我为什么要在这荒野保护那家伙的财产，使他没有丢掉任何东西？我这样帮他忙，他竟然以怨报德。天亮以前，要是我不杀光他所有的人，愿上帝正正地惩罚我。”艾比该一看见大卫，急忙下驴，伏在地上叩拜，在大卫脚前说：“我的主啊，请听我说，罪过由我承担，请不要拿拿巴那坏东西，他是名副其实的蠢材，请不要理他。你的仆人来的时候，我不在那里，上主没有让你亲手向敌人报仇，杀了他们。现在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向你发誓，你的敌人和所有想害你的人都要像拿巴一样的被惩罚。请你收下我带来的礼物，分给你的部下吧，也请你饶恕我的过错。上主要使你做王，你的后代也要做王，因为你为上主打仗，你的一生都不会犯过错。有人想攻击你，杀害你，上主你的上帝会保守你，好像人保护珍贵的珠宝宝物。至于你的敌人，上主会扔掉他们，好像人用投石器甩出去一样。当上主照他的应许为你成就一切好事，使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你就不至因无故杀人或替自己报仇而后悔。当上主赐福给你的时候，求你不要忘记我。”大卫对他说：“赞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他今天差你来见我，我为你的见识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谢上主，因为你使我没有犯杀人和为自己报仇的罪。
上主，使我没有伤害你，但我只是上主以色列的永生上帝发誓，要不是你急忙赶来见我，拿巴家所有的男人在天亮以前都会死光。于是大卫收下艾比该带来的礼物，并对他说，安心回家去吧，我会照你的话做。艾比该回到拿巴那里，拿巴正在家里享受盛宴，好像王所享受的一样，他心情畅快，喝得烂醉，因为艾比该当晚没有告诉他所发生的事，等到第二天早上他清醒了才告诉他。拿巴立刻失去意识，完全瘫痪。十天后，上主再打击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说拿巴死了，就说，赞美上主，他为我报了拿巴侮辱我的仇，而且使他的仆人没有做错事。上主因拿巴的恶行惩罚了他。不久，大卫派人去向艾比该求婚。大卫的仆人到加密见艾比该，对他说，大卫差我们来接你到他那里做他的妻子。艾比该伏伏在地上说，我是他的使女，我愿意洗他仆人们的脚。艾比该赶快起来，骑上他的驴，带着他的五个婢女跟大卫的使者一起去了。艾比该就做了大卫的妻子。大卫已经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现在又娶了艾比该。这时扫罗已经把他的女儿米甲，就是以前大卫的妻子，嫁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撒母耳记上第26篇，大卫再次拒杀扫罗。有人从西佛到基比亚来见扫罗，向他报告大卫躲在犹大荒野边缘的哈基拉山。扫罗马上带以色列的3000精兵到西佛荒野搜寻大卫，他们在哈基拉山路旁扎营，大卫还在荒野。当他知道扫罗已经领着军队来到的时候，他派探子出去侦查，正是扫罗果然到了。大卫立刻动身到扫罗的营地，找到了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觉的地方。扫罗睡在金营里，他的部队在他的周围扎营。大卫问赫人亚希米勒和喜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弟弟亚比筛，你们两人谁愿意跟我到扫罗的营里去？亚比筛说，我愿意。当晚大卫和亚比筛进入扫罗的营里，发现扫罗睡在营的中间，他的毛插在头旁边的地上。亚尼尔在兵士围着他睡。亚比筛对大卫说，今天晚上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现在让我用他自己的毛刺穿他，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扎在地上，用不着刺两下。可是大卫说，你不可伤害他，谁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上主一定惩罚他。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我知道上主自己会杀扫罗，在应该死的时候死去，或者死在战场。上主不准我伤害他所选立的王，我们拿他的矛和水罐走吧。于是大卫从扫罗的头旁边拿走他的矛和水罐，然后跟亚比筛离开了。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连一个醒来的人也没有。他们都呼呼大睡，因为上主使他们沉睡。大卫越过山谷的那一边，到了山顶上，隔着相当的距离，然后高声向扫罗的军队和亚尼尔喊叫，亚尼尔，你听我吗？亚尼尔问，你在那里乱叫
把王吵醒？大卫回答，亚尼尔，你不是以色列中最强壮的勇士吗？你怎么没有好好的保护国王，你的主人呢？有人刚刚进到营里去，要杀你的主人，你失职了，亚尼尔。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你们都该死，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主人，就是上主所选立的王。去看看，王的矛在哪里？他头边的水罐在哪里？扫罗认出是大卫的声音，就问，大卫，我儿，是你吗？大卫回答，我主，陛下，是我。然后又说，王啊，你为什么还在追捕你的仆人呢？我做错了什么？我犯了什么罪？陛下，请听我说，如果上主使你敌对我，我愿献祭给他，好挽回他的心意。如果是出于人的阴谋，愿上帝诅咒他们，因为他们把我赶出上主赐给他子民的土地，要使我流浪外国，拜那国的神明。求你不要让我死在异国的土地，远离上主。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要出来杀我，像杀一只跳蚤呢？为什么要射杀我，像射杀一只野鸟呢？扫罗说，我错了，回来吧，我儿大卫，我也不会伤害你了，因为你今晚保全了我的性命。我真是个糊涂人，我犯了大错，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大卫说，陛下，这是你的矛，请吩咐你的一个随从过来拿。上主赏赐信实正义的人，今天他把你交在我手中，但我没有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愿上主像我今天保全你的性命一样保全我，使我脱离所有的灾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上帝赐福给你，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于是大卫离开那里，扫罗回家去了。撒母耳记上第27篇，大卫在非利士。大卫心里想，总有一天我会落在扫罗手中，我最好还是逃到非利士去，这样扫罗会放弃在以色列境内搜寻我，我就能摆脱他的毒手。于是大卫带他的部下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大卫和部下带着家眷跟雅吉一起在加特。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利人雅西暖和雅巴的遗孀加密人艾比该跟他在一起。扫罗听说大卫逃到加特去了，就不再搜寻他。大卫对雅吉王说，王若把我当作朋友，请赐给我一座容身的小城，何必让我跟王一起住在京城呢？于是雅吉王把喜格拉城赐给大卫，从此喜格拉城属于犹大的王。大卫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前后16个月。那段时间，大卫领他的部下去攻打基述人、基色人和亚玛利人，这些人住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大卫偷袭他们的土地，远至舒尔，一直到埃及。他杀死了所有的男人、女人，又掳掠了他们的羊群、牛群、驴、骆驼，连衣服也抢走。大卫打完仗，回到亚吉王那里。亚吉王问他，这回你袭击了什么地方？大卫说，是到了犹大南部，或说去了耶拉涅布盆境内，或基尼人住的地方。大卫杀了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让一个人活到加特去报告他跟部下活动的真相。这就是大卫住在非利士时所做的事。亚吉王相信大卫
他说，大卫已经被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痛恨，他一定会一辈子服侍我了。